在呢，我们再来请我们小英后援会的会长木头先生跟我们讲几句话，跟媒体稍微讲几句话。嗯，邵伟定，嗯，各位干部啊，各位先生，大家晚安，来好。好。入会哈，就阮这啊后援会哦，社会后援会来做协办吼，台湾叫嘛伊哦，因为啊，今麦迄个地方就是讲啊，咱迄个女性是用来做总统的吼，啊，这奖品片吼是帮助咱小英的吼，啊，所以阮叫嘛伊来协办吼，啊，但是今麦国民党嘛有一个什么调解机啊是吧吼？啊，所以啊，咱妇女妇女会嘛，应该爱就这国民党来接班才对，当时啊，开玩笑啦吼。啊，女性会去做总统的吼，我想啊，我100%赞成吼，啊，若无我就会去做，会去支持小英嘛吼。啊，这个啊，我想咱来赞成讲女性会当做总统啊。咱过去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哦，拢是达波的吼，啊，伊做了好，啊，足简单哦，咱来看下吼。我认为讲吼，达波的做总统吼，做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哦，无结果啊，是安怎讲的？咱看20世纪吼，这个领导人啊，这个发生两边的世界大事。啊，第三个天花发生，啊，险啊将这个地球吼毁灭，啊，你看这查某的领导人，你敢无问题？哦，但伊就呾有合计无？无合计嘛，对无？哦，啊，所以咱换查某来做方面，你敢对？啊，20世纪，咱有四大这个杀人魔头啦，吼，魔王啦，吼，第四大杀人魔王是啥物啊？第一是毛泽东，第二是斯大林，第三是希特勒，第四是蒋介石吼。咱这个因拢害骨头伤难人啦吼，啊因这骨头伤难人拢是害家己国家的啦。哦，像希特勒是害就是这个犹太人嘛吼。啊，中国较衰啦吼，中国出名杀人魔王，啊两个拢害。毛泽东蒋介石两个拢台骨头上人，做中国人，人济啦吼，啊，几代过来可能对无什么损害吼，啊，但是咱台湾吼，较衰啦吼，一晒吼，扫到红台尾吼，啊，蒋介石招来咱台湾嘛，台足济人来吼，啊，因中国人变台中国人变台，起码招来咱台湾人吼，哦，我们就觉得讲，怎么会这样子吼？所以，这杀人魔王，这大家拢是达波的男性对吧？啊，大家拢雄才大略对吧？我即摆听到雄才大略，我就惊了吼。啊，所以咱咧爱选吼，较柔和的吼，啊，较卖安尼雄才大略，啊，动不动就要建军要修台这种人吼，啊，这就是较柔性的这个领导人吼，其实。有去改变，世界有去改变吼。啊，咱看美国嘛，你看奥巴马啦吼，啊也是讲这个克林顿吼，其实这种是柔性的领导人吼，啊布希就是做刚性的吼，所以相对大力做吼。啊，你看布希对美国做什么就相当好。哦，我想要叫你时间开始吼，我讲一下，多谢大家。请你们挥挥手跟大家打个招呼哈。第一位呢，就是洪志美啊，主力哈，那团的前总会长。啊，林宏忠是现在在走动的林医师，那北美洲台湾的医师协会前会长。下一个赖淑远，洛杉矶台湾会馆副董事长。
秋杰《星岛日报》行政总裁，李贤群《台湾人权会理事》，黄庭燕《亚太妇女中心》前执行长，李淑英《NATO 西南区区理事》，许宗芳先生《北美洲台湾人教授会》南加州人权会长。就是以上这十位贵宾，好的，那我们请第一位。我们是排在第二位了，现在有那个 slide 就先讲了哈、然后爸爸继续再放一下。那今天很高兴啊、接受我们女性啊朋友的那个邀请来参加这个 forum 啊。那刚刚你说一个有七分钟嘛哈，七分钟。刚刚主任已经讲了啊，其实现在女人平等啊，就不止女人平等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的都是属于批评比较好，就是怕太太的。其实我们在家里肯定是太太已经比先生大了，不过现在在政治上还没有，所以他今天题目他说是争取一个平等啊，我认为说也应该要给女性一个公道啊，让女性做一下总统做看看啊。那今天题目，那如果有的题目集中讨论的下面讲到说啊、如果女性当总统会不会比男性好哦，还是说女性当总统都比男性好哦，但我也不太喜欢听到啦，因为杂波的民主总统啊都杂波的好例子多啊。那我们今天就其实就是来今天主要是两个面向啊，一个就是说选总统啊，那当总统女性是不是有这个面向来当总统，还有有没有可能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当总统，理由在哪里？那我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切入啊，这个面对。啊，我们现在其实台湾的女性很幸福了哈，因为明年就要产生第一位女总统啊。那你如果从台湾的历史啊，我从整个。整个选举的历史哈、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一在我很喜欢都是从美国的角度，因为美国到底才是一个啊很代表民主制度的一个国家，比较旧的一个国家啊，所以我很喜欢用美国来切入啊，尤其我们是台湾 American 啊，所以我就从这边开始啊。你们知道到现在世界上还有国家女性是不能投票的。有没有知道是哪个国家？女性不能投票，而这个国家是蛮大的、蛮有钱的，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还不能，听说今年他们计划推选哈。那美国在什么时候开始？越先进的国家，人类平等观念比较早，就像美国的女性可以投票就比较早。像美国是什么时候？1920年。这个帅哥哈、帅哥就是第一次美国选总统，是美国第29届的总统当选的，他也是女性可以投票以后当选的。而且他为什么当时他不是很卑微的一个候选人，为什么要当选？因为他是一个很英俊潇洒的候选人，很多女性投票给他，所以结果他投票的结果是60-40大胜，他是共和党，他赢民主党。结果，他的政治在美国所有的总统里面，现在就说评估起来是从后面排名上，就是属于做的很不好的总统之一。所以以后经过有段时间，就是有一些当然是这是一般的那个来 criticism 的，就是说你看。你们女性以前不能投票，现在可以投票，因为你选个帅哥出来帮啊美国搞成这么糟哦。那当然这是不对的啦，不过就是有人做这个用这个做借口啊。就是叫做 Warren 啊，叫做 Warren Harding， 所以现在有人名叫他 Harding's Error， 就是一个 Harding 的错误，就是当时候选错的总统。
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看这个 slide。这个不是PowerPoint program，这个是Evernote program，所以你应该不太习惯了。然后我们从苹果来看哈，大家看到，有人曾经把美国出现很多的总统从1989年开始第一任 George Washington 当总统，有很多人来探讨过去在美国中那么多的总统里面有什么的特质才能够当做一个好的总统。那我们用这个标准来看看好吗？他认为有七个部分。他说到目前为止那么多总统里面比较好的其实也没有很多，那就是他认为总统讲话要言行一致了哈，而且幕僚很重要了哈，而且最主要就是要把国家带到一个好的方向，啊，而且你对整个你的人民要有说服力，而且你跟所有的团体你要有 communication skill，而且你要很小心，因为如果出了一点错误，你可能你这个 reputation 就 ruin 了。而且很重要，你的 advisor team 要很强，而且你要有一个 vision， 你要造成一个 legend 啊，然后这也是叫做很有名，叫做 James Powell， 他也是try 来那个评估美国的总统那个表现啊。他说大家现在比较公认比较成功的美国最好三个总统是 Abraham Lincoln, George Washington and Franklin Roosevelt， 其实这些都是实时造英雄的，一个是美国的内战，一个是美国的开国元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第二次是二次世界大战，而且那个Major Depression 就是大萧条的时候，他们做得很成功，不然今天美国已经分裂了，已经失败了，不会这么讲啊。所以他这个报告 James 他认为说，一个好的总统，他有要对一个国家的 future 要有 vision， 而且他要对他整个国家的过去要透视得很清楚，知道要怎么带这个国家。而且他的 communication skill 要很好，而且你不要要自己的看法，你不要勇于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啊，还有他要 level teamwork， 他们很重要的像那个像刚刚这一位 John Kennedy， 就是那个58 crisis 的时候，他是make a very good decision， 他也是因为那个古巴的那个社会那个事件，让他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名啊。而且一直都提到说，一个总统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啊，你一定要有 very wise appointment 啊，你的团队一定要很好，当然你的 character， 你的 integrity， 这在美国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清谈啊，不能贪污啊，那你这是你最基本的 base。最 basic 的 requirement 啊，当然在美国一样，跟这也是跟台湾一样啊。那总统如果跟这个 congressman 跟参议院没有办法配合的话，是很辛苦。还有这边另外再一个报告啊，大概就是这个我找三个，一样很聪明啊。所以一般来讲，很会演讲的总统，那他的 popularity 都很好啊，像很多人都是啊，John Kennedy 很有名的演讲家。奥巴马也是靠那一张嘴
当选的哈。那他们在美国很注重 honest 哈，而且你要跟 people connect。他们在我们 Clinton， 他 play saxophone 就是跟李宗瑞学姐哈。那像那个那个 Franklin 啊 Roosevelt 他的那个 Fireside Chat， 他芦苇旁边的跟国民的谈话都是留学跟科长的那个一个典范了哈。而且那个要有 very persistent 哈，啊，有一些例子我就不讲了哈，就是但你因为你觉得对的事情要去做嘛，那他的 leadership， 那的。这个当然很重要啊。那一个大概台湾要一个好的总统，跟一个跟美国大概会差很多，跟日本应该不会差很多啊。那台湾在美国，说台湾的女性真的很幸运啊。我们从1996年开始选自己的总统啊，明年就20年就会产生自己的总统啊。那美国经过160几年，1989第一次选总统，到了1920才选出自己的130几年才产生一个，才可以选有选票，100多年才有选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选一个美国的总统，所以台湾还是算幸运的啊。那因为我的时间很快到了，我就讲。那你如果花点时间再补下来，我就很快就把它过去了。那男人跟女人是不是比男人更适合当总统啊？这个当然身体的构造就不用讲了，老婆她丑陋嘛，靠他嘛，哦，靠照嘛。但是虽然总统不是靠你会不会跑，你有没有力气嘛，你要靠你的头脑嘛。所以我就 study 一下，男人跟女人头脑其实蛮多的。这个是很可以很 study 的。男人在想，你看，哦，上面那个男人啊，下面是女人啊。男人他的神经的走向是单边的，然后女性的走向是两边交叉的。所以由这个最基本的很大的差别，变成产生很多他做事情做决定的不一样啊。因为时间以后就不要再讲，其实我准备蛮多了，我就把最后一个有中文的给你们比较容易看哦。他说，就是因为脑部不一样嘛，男人对数学比较好，那男人就是决定东西比较武断，那女人做决定他比较有 communication skill， 他比较会观察你的脸色，他的感情比较丰富。所以，但是他也有几个缺点，跟我家一样啊。我太太对方向一向没有方向感哦。那这里也是，已经常常是有这种对方向啊。他要找地方啊，男人知道东西南北的 sense 很好啊，但是女孩子对东西南北的 sense 不是很好。他记住只是说，我这条去碰到7-Eleven左转啊，碰到满大楼右转，他不是因为东西南北。这个走向它是靠地方来做记忆的哈，这个很有趣啊哈。所以而且这个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女性处理事情可能会比男性要圆滑啊，而且比较有感情，就是说大概会采取像刚刚我们这个会长所讲的用战争的手段啊。那另外一个男人一个很。不是说很不好啦，就是上帝制造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有控制关于性别哈，来大家看一下，这比较好玩的控制性欲的地方哈，不是男人一直喜欢有口风乱情的哈，其实这个上帝造就是这样子哈，控制性欲的地方哈，男人比女性大2倍半哈，所以男性的总统常常会出问题哈，这个出问题的。美国总统太多了，所以就是男性跟女性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我希望明年啊，
那我们新的台湾女总统发挥她的长处，把国家治理得更好。谢谢。下一个之前呢，有部车挡到了我们来宾的车，是 Mercedes 灰色7DMJ161，麻烦稍微移一下你的车位，好，谢谢。
以看到说，女人其实呢，有受教育的女士都会不一样。那么，受教育就是给女人机会嘛，所以女人需要的就是机会。古时候，台湾我们传统来说，女人就是一个汤扣啦，不晓得你们知道什么叫汤扣？就是那个木桶，那个桶子围在木桶，把木桶拴住的那个金属的圈圈。因为女人的 step， 你就是要把这个家顾好，相夫教子嘛，贤妻良母嘛，就是你们的角色。所以是不是女人一直可以 step， 就说啊，你就是做这些事就好了啦。所以传统已经变成了习惯，女人好像变成这些变成女人的。社会的表现呢，我想应该是齐备是均等的，就是说。
方，很多监考的命令人品都很高，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换一个女性总统，女性的特质来接掌这个国家，是一个机会。那我们看美国的所有的大公司也一样呢，你像 HP， 它也是在不好的时候找一个女性的CEO。现在这个网络现在是女性的 CEO 啊，所以呢，我是觉得台湾在100年来带来这一年的统治下，台湾人自己不知道怎么做主人的时候，有一个女性的选择呢，是一个疗伤的时代。就说有女性的总统，让台湾能够回顾过去历史上男女的对抗，还有呢很多资源不平等、社会公平不平等。我想女性在这方面是非常的敏感度比较高，男性我想是刚刚你说用那个MRI 的那个脑子那个。那我跟那个MRI 的比较的状况，所以我在想，就是时代让我们走到这一步，而且呢，台湾在政治上假如有女性总统呢，我觉得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 outstanding 的事情。那我觉得参议员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看在 Asian 的 Time Magazine 的封面那张照片。我觉得他是充分展现出他准备好的。这个 photographer 相当厉害，他只有 spend 20 minutes， maybe more than 20 minutes with Chinese， 他就把这个一个领袖的特质表现在这张片子，他非常的 serious， 他用的那个眼光是非常的力量的。非常的严峻，而且呢，他思考台湾的未来，而且他非常strong。为什么他很 strong 呢？他是非常有韧性。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来，他你假如说常常看看女性的话，很多国家的领袖就是这样子，他非常 serious， 非常的有韧性的那种表情呢。我觉得他已经从赢家的姐姐蜕变成台湾未来的总统。各位，一个外国的文化人就已经认识到蔡英文有做台湾领袖的特质。我也很希望台湾人民做最明智的选择，2016年总统那一票就投给蔡英文，而且我对蔡英文更大的期待。你看。Germany 的 First Chancellor Female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她是在东德的那个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她是一个 scientist， 她居然从政，而且居然对一个 Great Power 的在那个European Union， 她是相当有能力的一个女性。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蔡英文她是读法律的，她是读政治的，她更比德国的那个总理女性总理呢，应该更女性，她的条件会比较好。所以让我觉得台湾是很幸运，能够在2016年选蔡英文为台湾的总统。好，谢谢大家。女人呢，她有半上哦，都是跟你。
是呢，你过了十点、二十点以后啊，你看看当 partner 的，当 partner 的大多都来，那你离人哦，当 partner 就少很多，我们就要多到 10%。那你看看 Fortune 500有多少男女是 CEO？ 我们也是这边 MBA 嘛，我们也是考试，也是福建电子电不错。可是到 Fortune 500的 CEO， 有几个是女的 CEO？大部分都是白色的男人，都是那女白富美过去发言的都是男人的天下。那个凤林哦，叫什么？女人是很少，那个女人当 CEO 很少。所以呢，到后面古今中外，女人还是被埋没的。那虽然在台湾，在美国是女人不错啊，是很幸福的，有同等的教育，然后又有环境的保障。可是那个 tradition， 千年的 tradition， 在非洲，在中东，你看那个，他们有没有教育的陪审权，然后是在设置男人的，说我们在那个，不过在其中交了机会来的，交机会来的女人可以出国了，但现在女人在当总统，可是也有可以当一个leadership，可是呢，当女人的话，我都在想说。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当地一个女人，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有没有自信？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了？就说有教育以外，我们是不是有在修行两性？那个在我是台大毕业，台大的校系是敦品力学，爱人爱国，所以我觉得很敬佩他真的是做到了那个校系的爱人爱国。那这个候选的精准来服务的精准就是爱国的表现。我觉得他是很棒的，还是一点他是随军力完整，刚刚说了，然后另一点他也是在民进党从大家都想那些男人都想当主席的时候，然后民进党是副代理的时候，被那个过肩倒数的时候，他就出来了，然后他把他转推为演员，说他是有干子的一个戏，然后他也有奉献的精神，就 dedication。那张照片，我也同意说他很自信，很有决心。然后他有决心，他已经是选过一次，我觉得他的欠钱很大。那在欧洲的时候，欧洲的那个 leader 哈，英国出了铁娘子，那德国的president 也是很厉害哈，他都把那个经济搞得欧洲是第一名。那现在 South Korea 南美也有一些领先的 leader。那美国大概会。有一个女性的president candidate，那台湾现在是两个女人的president candidate，我这个是包看了哈，让女人有多些力量，让女人有弹性的来谈。那他们有一个新兴事业，做电视是比男人会做得更好。那那个蔡英文啊，你说他以前是当过陆委会的主委嘛，所以他又有一个新兴事业，他已经。表现给大家看，就他有能力来领导这个国家。那另外一点，我是觉得我们当一个女人其实不能小看自己，要有自信啊。女人多重要啊！我的 neighbor 有点太太，就她的 paper 就过世了。她的花园本来是都是玫瑰花，很漂亮，我每天走路过去就很欣赏。可是她过世以后呢，整个家全部都死掉了，花都死掉了，草也死掉了。好像整个家就是不一样了，就说女人的包装量。然后从我接着我们女人就是在就是养儿育女嘛，可是教女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教她，比如说 study is a living， 而不是一个 dream。然后可是呢，还是要一个 woman kind heart， 女的 heart 还是很大的 ，big heart。你知道女的 heart 有多大呢？你的 brain 就有多大，可以 set the difference， 那就会可以才有现实当力量。你的 heart 的 space 那么大，就会容下一个 universe， 然后会得到更多的 support。然后教导的我们的儿子呢，当然也希望他们有 woman kind heart， 然后能会平等的对待女性。那你那个女人我发誓，女人，我是觉得女人真的要 support 女人啊。我是很做平台给女人的，我的工作上，我是不对女人我是觉得他们有小孩子，有一岁两岁的小孩子，然后他们也要顾家，
的是大幅两头烧，那他们对那个女人比较不怕的，他们会怎么讲？说是李强的嘛。可是我觉得李强的是我们家大夫的，因为他们像大夫一样，根本是两头烧啊。哦，回家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工作要比男人更厉害哦。他底下有现实可以捧我，那男人才会宠你嘛。所以他们是真的是要疼惜的哈，然后要培养的。所以这边职场上女人也是要疼你的，不能有那个嫉妒心，因为我们是柴米油盐。所以我们的心有时候会比较小，那要怎么教导我们自己说有一个然后对你的有比较compassion 比较 support 的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女人太棒了，然后往上提升。要讲一个笑话，我的家好，我的先生是教授，然后他说家里的事情哦，大叔他决定了哦，然后小叔就我来决定。他什么叫大事呢？就是选总统的时候，就是国家大事。所以他就要管那个选总统要选谁了。他现在很，对，我也是很感谢他，他舍破我在那个革命上的努力。那他也是很关心台湾哈。我们希望非洲开一点可以设立一些。对。主讲人哈，各位谢师姐，谢谢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今天这个题目。我进来的时候问谢师姐说：“你们有没有准备鸡蛋或者番茄？”哈，她说没有，所以我可以放心的讲。那当然呢，刚才那个林通社长说这个女人不会起战争，我想我要提醒他哈。你的外地战争，但是很多战争是因为你造成影响，像不满的足迹哈，就是他的大家为了强调他的跟不满的关系。其实女人引起他们女人在做决定哈，被暴力所带出去，也是非常不破例。例如 Margaret Thatcher 一阵对英国的首相说，为了要 Falkland 那个小小的 island， 他把军队从英国开到那个南美去打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破例。那么英国的那个 Victoria 王后居然把那个西班牙的女舰队打败，所以不要小看女人啊。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说女人当总统她不会打仗，我想这个是为了保卫家园，女人还是会打仗。因为你去看那个老鹰啊，你去进老鹰的巢，你看。侵犯他的子女的话，他们就感觉不能被保障。所以这一点我先明白。所以在这个你不必丢鸡蛋，就是不用丢鸡蛋。我想那个师兄姐跟我讲的时候，他是说叫我把那个短线感与实际概念不一样哦。现在中后了哈，现在需要分析一下，换一边，就能不能归纳出一个模型出来哈，或者我再怎么样控。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桂林七十年二次大战以后，这些做总理做这个总统这样的女性，他们有两个大类。第一个大类的女方因为加州来这里这个位置，第一个呢，但是全世界第一个女总理是桂林啊，就是香港，就是高大西啊，在巴拿马内克，就是因为人心贵心，你才变成总理。所以师兄你是专世界第一人，就是近代第一个女总统。那全世界第一个女总统是谁？你说呢？在美洲就是我们的那个阿根廷人。他因为他的先生别人过生，那伊莎贝拉别人就变成总统，但他只做一年。所以两个第一个人。是全世界第一个那个总统跟第一个总理，都是因为以真心贵心。但是这个劝呢，我们如果好好给他看的话，为了家族，因为加州一点就位置，你的自己早七十年来也是为这些总统和总理做这些功名了，包括了多少人这些因为提供这些
生啦吼，伊嘛是，因为他是有名吼，啊，佮讲，迄个印尼有出一个总统，有这斯卡诺普特，伊就是苏卡诺的，有查某囝，哦，伊嘛是迄个印尼爸爸来做的总统吼，啊，做总统，啊，佮讲菲律宾，佮查某囝。在克拉斯马基诺，在里面基诺的旁边，啊，伊可能过来以前是阿罗哟，哎，嘛是，贵州出来，所以出钱状况哦，还是一个在状况，他旁边，我出钱东西就要事实的，但是有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就是讲，一切状况的位置，哪不是事实的哦？那事实的哦，除了那个贝拉丹奈，那个斯里兰卡的哦，那这是怎么？蛮有成就，一次就拿光国家五个事情，都给他比较现场做的原因，所以他很快带过那四十年嘛，那政绩嘛，那国工就会再说。我们不要现在不要丢鸡蛋过来啊，我是实话实讲啊，不是因为他女性去做总统就好一点，像国家这种领导啊，实在是 very disappointing 啊，本来都在就是四十了，所以或许。但是有些特质，比如说一些位置，那现在一昏倒一病了，那就不一样。比如以色列的西边的这些总理啊，Golda Meir 哦，一些完全是一个人给昏倒出来，因为是以色列，犹太人以色列，这很多人再来比较，他都比比较跟以色列都不相匹配。哦，但是你说以色列一点外感就是高级。应该是就你信仰激起你来困难，所以把这个信仰贯彻到底，所以它的意义贯彻，所以感谢你把它从1969年做到1974年，这个终于一直从我战争开始，因为一些就把自来水困难。啊，而且像那位开水，那是从第一名上面来，完了自来水，啊，这个很多人跟我们这。因为嘛，我刚好我给他设计这些每次的这些会，因为我们担心目前担心重点呢，就是说伊那边原先保密，像先跟那边国家总理沟通，这就是你讲伊得爱低调，人和了。我们用伊咧长到了大位的时候，伊准你看伊东德西德合并的时候，两性合并。一个十年的政治中，遇到这个来的政治中，啊，那你看你这个应该六年的时候，就是说，一尊这个中医和后，我刚刚讲啊，这两年后一直在战斗，啊，还有一个高雄啊，闽南的，所以来引起一党，啊，看他这两个学校，啊，怎么说，就做起来。我准备讲的就是这嘛，另外结论是做简单的啦吼，不是讲查某人做总统就好，还是就歹，只是我是感觉这是民族无什么性格的差异啦吼。啊，那如果伊人讲了，我讲我查某人做总统就真不查某人好嘛，我不我也做不下去了，对不对？我也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但是可能会做得好，可能会做得不好。如果一个烂摊子出来说。可能那个领袖出来的时候，有啊，其中会很多感觉怎样？会你没有看到的前瞻性，然后后他们自己的团队能够把他们带出到另外一个领域，往往就是这个，哦，这个是可能，但是没有把罗波这个投入里面。第三，谈到了后面，围绕整个国家是会掌握的周密沟通。啊，美洲台湾国，啊，阿根廷啊，吼，啊，俄罗斯啊，这个去有一部署的，啊，一路走的，依然对这个所在打不出，打不了总统，来搞美洲，搞美洲，加拿大，美国啊，墨西哥，但是乌，我们这个翡翠哦，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翡翠，有出钱，加拿大有总理。就可以让你啊，加拿大办事情的时候，因为两个厅很薄，一直可以连。1993年春节，加拿大总统。
1993年6月做到10月，但是呢，他非常努力。但是11月大选的时候，一直有保守党，没有选前的选举，156席，200多席改变保守党。选后，一直是危险，20席，156变成20席，连他自己总务。那个总理的那个位置，被那个国会席位都抢走了。所以不是讲，我的意思，他在那后边那个他在保守派当中什么都变了。我以后意思讲，去开播不是也有，是他自己的担子很重，他无法度变，无法度变。啊，我后面意思从对啊，这样就是讲，不是讲。男性做总统然后，女性做总统然后，外变成什么？完全没有那种总统应该是那个性别的东西，就看这个人引爆前瞻的，看这个人利益够不够，看这个人天赋够不够，跨界的喜不喜欢都感染别人，然后就这样就对你啊，笑死的感染你不起啊，就是自己，啊，这种也叫。至于男性、女性，对我来讲，都不是很重要的啊。那如果随后我越来越有的，越有的期待的话，你们现在可以开始，谢谢。谢谢。今天我接到的这个功课题目是女性做总统，这些后续准备好。那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女性做总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在现代，全世界各地，刚刚各位都讲过，出过很多女性领袖，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很少一个女性领袖，我说的是现代，令国家陷入危机跟陷入困难。啊，目前还没有。他所执政的国家，他所领导的政党。有可能有起色，但是有更多的女性领袖令她的国家更美好，所以我想第一个做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女性当总统，世界可能会变得更美好。那现在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为什么会更美好，还有怎么样才会更美好？那我们说为什么会更美好？其实我想大家都不要忽略，女性能够成为政治领导人，能够成。国家领袖，他们所付出的东西比男人要多得多。反过来说，在选民在他的这个党内同志选他出来当领袖的时候，对他的要求、对他的这种怀疑也会很多。所以，当一个女性领袖她能脱颖而出，成为领袖或者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她所经受的考验肯定比男性同志。要大很多，所以因为这个特质，所有选出来的女性领导人，她们往往是在女性当中最优秀，甚至她们的优秀程度超过了当代男性。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女性领导人，当他们当选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她会令国家变得更好。那么这是我想讲第一个，为什么会这样？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想讲。怎么样才能更好？那刚刚几位先进都讲了很多国际上的例子。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亚洲跟世界各地不一样。其实亚洲产生了很多这个女性领导人，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刚刚这个林社长讲到，家族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在亚洲的领导人，韩国总统。父亲其实年纪是军人，下台一段时间的菲律宾女总统，她的先生就是一个著名的反对派，日本的内阁成员田中游纪子，他的父亲曾经是首相，等等等等，包括印尼，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这种家族政治培养出来的女性，决定了他们有很大的。受束缚，
家族的传统政治里面，家族的传统利益，家族的传统的这个团队，会令他们跟他们的府兵相比，没有大的区别，很难有大的突破。那我们反过来看世界上其他欧洲、美洲这些女性领导人，他们往往是从基层上兵开始，从基础政治开始做。那在这里，我们要讲两个非常优秀的人，一个就是英国的首相撒切尔夫人，台湾辅导议长、香港的议长戴德，我想大家知道的是，他领导保守党当了11年的英国首相，在这11年里面，英国的政治经济都成为了世界上很强力的国家，有很大的进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当李克强领导的福克兰群岛，当时全世界没有人想到，一个已经没落的英帝国能够派出他的海军长途奔袭，能把他的领土坚定的夺回来。这就是我们说女性在残酷的这个遴选当中脱颖而出，她们往往比男性更加坚定。那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就是现任的德国总理梅克尔。其实梅克尔这个人啊，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去好看看他的成长的历史跟他从政的经历，对今天台湾领导人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现实。梅克尔他出生在东德，大家都知道东德原来是共产国家，他从小生活在一个专制、一个被秘密警察监视的一个环境里，但这种环境锻炼了梅克尔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是世界上很多政治领袖对他的一个评价。掩饰自己的情绪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政治家必须的一个特质。为什么？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有他的理想，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了解，理想跟现实有很大的落差。所以你看，梅克尔他是一个学者出身，在这一点上，他跟这个蔡主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在专制的环境下受过压制。我们刚讲，在专制的环境下，不但让他受到锻炼，让他锻炼出他坚韧的性格，善于掩饰自己的情绪的性格。另外，大家看东西德意合并，他作为一个在专制国家统治下的人，勇于投身到民主运动，投身到民主政治领域。这正是因为他知道专制有多可怕，民主多伟大，所以他才有全身心的热情投入进去，从一个普通的这个政治人物开始做起，然后慢慢进入内阁，进入一些要害的部门当首长，最后当选为他所在党的主席，然后当选德国总理。因为他这种性格，他这种特质，我们不知不觉的在欧盟的国家里面，我们看到德国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经济政治非常强大的国家。当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当美国的庞然大物都摇摇欲坠的时候，欧洲这么多欧盟国家的经济快要崩溃的时候，我们看到德国气定神闲，因为他们有强劲的经济基础，他们有完美的政治制度，还有一个优秀的经营。所以一个好的领导人未必要口若悬河，未必要气势如虹，这种内秀有明确的方向，有坚定的信念，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恰恰是最容易在女性身上所能够产生的一些特征。那所以我想大家现在也不会怀疑明年台湾的领导人是一位女性领导人。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台湾有一位这样优秀的领导人出现。那我也希望日后我们大家有时间，我们可以多比较一下这个梅克尔总理跟蔡英文主席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的经历、一些共同的特点。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台湾的前景会有多美好。谢谢大家。谢谢蔡主席。那下面我们有请许周邦。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到协会，啊，包括呢，那个协会，我问的那个 topic 就是说，台湾是不是台湾的人民想些才接受这个路线的状况？啊，我是刚刚讲，可以我完成这个以前，在给我这个节目以前，这个题目以前。那时候大概只有想说蔡英文会一个女性出来选总统，你现在好像是女人的战争了哈，就是现在这两个都是女性的时候，这个要不要接受大概有没有办法哈？那那个赖淑媛说，反正要拉她下来的都是女生哈，就是再一次重演哈，反正就是要拉总统下来也是一个女生哈，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说，就回归这个他们啊，就是。台湾人是不是已经是 ready 去接受这个女性？啊，基本上现在就是今年2015年，就是全世界做女生做总统的是二十二个国家，然后在最近7年来，差不多每一年都是二十个国家是女性总统，到2015年是22个总统，然后现在美国比较 powerful 就是 Hillary 也很可能做总统。所以这个女性做总统好像是一个世界趋势，啊，台湾男东西就卖一个世界趋势，所以我想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我想台湾人好像无论要不要都好像这世界趋势就这个时候也到了，所以台湾人比较会，我想会接受这个问题。我记得8年前蔡英文要竞选总统，所以有个大，说。穿裙子的人怎么可以选总统？哦，那是8年前的声音，那个声音现在就没有了。哦，你绝对不会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变化。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慢慢的大家也知道，就是做总统来选总统，就是看你的能力的问题。那现在这个民主自由、男女平等，就是一半都是女生嘛，你选举一半都女生。选了这么多年都是选男的，然后选了这男的好像都做不好，哦，说马英九啊，还是就是男的选了这么多年呢，也好像做得不好，也应该时候也该到了，哦，所以放放的做看看，哦，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也差不多。然后再来我自己想一个很大的，就是说他的感觉就是掌握了。比较清新，比较不会贪污，还是比较不会夺权，不会军事强权。哦，但是这个我们看看啊，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看看。啊，那另外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我觉得台湾的 media， 哦，今天就是 media， 你现在看我跑新闻记者在台湾，我看电视，大部分都是女生，都是女性的记者，大部分都是。不知道对不对，张社长的，我不知道是女性，就是在台湾大部分都是跑这个 media 都是女性的记者。那女性的记者跑久了以后，就是她敢说 media， 所以我想是女性做，就是将来做台湾的总统，我想是慢慢的就是 media 会往那个方向走。那现在我就是。再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趣的，就是 review 一些啊，就是女性在现在做总统做的怎么样啊？我刚才不知道谁说女性总统不会带国家 in crisis， 这个大概是这个泰国的总理英拉就把他的国家 in crisis 啊，那英拉现在大家也知道，我问我的这个泰国的我的病人，就是云达现在就是跟差不多跟阿扁差不多哈，就是他是在 prosecuted， 就是也是在啰嗦啊，就是说关于说他跟他哥哥一样是就是贪污的啊。然后我去年的时候去阿根廷了，阿根廷的总统是 Cristina Fernandez。那这个去的时候去阿根廷呢，去 Buenos Aires。那个导游就说：“哎，你看看这个皇宫很漂亮。”他说：“这个皇宫呢，每天灯光都是亮的。你亮晚上在做什么？你看那个就是总统住的地方。一共一打，都比较盛景啊，
是比较好，这是他的，这是他的 reputation， 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就是这个巴西的总统，巴西的总统是这个迪奥马，罗塞。巴西的总统，巴西那时候是新专五大国，他出来的时候，因为巴西确实是那时候他最头出来的时候做的非常好，可是最近好像是巴西就有走向，但是就是你总统做的非常好的就是 Angela， Merkel。那 Angela Merkel 他为什么做得好？因为时候是对，他已经做 Germany 的 Chancellor 从2005年做到现在。是2006年作为长名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讲了好几次，然后呢，他坚持他的原则，就是他治理国家，他从 depression， 从这个德国从 depression 的程度把它带到变成就是说世界上 Europe， 然后在世界上就非常经济上非常强大的国家，然后他 apply the same principle， 所以我帮他就是在 EU 有困难的时候，他都去帮忙。然后他 stay with the same principle， 就跟台湾的女性自家一样，都是 austerity， 就是你无钱时候你就卖有钱嘛，你就把钱搞好，搞好后先慢慢来赚钱，那就是德国就是这样起来的。然后他也是 apply the same principle 用在哪？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台湾因为这个根据世界的趋势，是他们是 ready to accept。对女性做总统，但是女性做总统，我觉得是一定要看，就是这个总统他的能力如何，他做的如何。我同意林文正社长讲的，就是说，不是说女性做总统就一定做得好。我觉得是一定要看，因为现在是男女平等的时候，应该是就是不应该分女性男性。就做不好的你就要被换下，然后呢，我想女性她有这个，就是说，像蔡英文，就是她已经准备得很好，8年前准备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她的资历跟她的能力都是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她的那个就是做好总统的那机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在一月的时候她能够一切顺利。有机会像台湾能够有机会，就是说变成一个，就是在亚洲还是在东南亚，会好像说在 EU 会像德国一样会做得怎么样？谢谢。好，刚才主持人说是最优秀是女子，很喜欢兄弟在座大多数都是女友嘴，我这个是美女友嘴，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大号跟大家。在女性当总统啊，是讲这个女性的议题啊。啊，我相信，你讲以前哦，我都结婚了，我太了。我爸讲，喊你啊，你啊，你来这里下好，把就喊你把下一代把学校，把贵人都有点光荣的找他们。过几年就把他拉哦，老头子，把小孩。我从学校带回来，我妈妈是在地上带回来，不是带回来，真的小孩子带回来，现在带孩子要上大学了，没有小孩子。喊你，我们到哪里吃饭？我一得回去哦，一上一下的哦，啊，所以感觉上，问到的，你的地位是蛮，就是蛮，蛮平等的哦，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已经是男女平等，可能是男女地位比较低，不过这都是女性都是争取的，啊，这个到这一这个也就接受了，也是这个样子的。好，以前女人没有，我政治地位现在已经到将近到领导一个国家，而且女人领导国家，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都是女人在领导。那买卖公啊，你不要讲那么远嘛。第二个，在座这里啊，有几个也是很多社团的领导人，煤矿的哈，就旁边那个安徽管当地董事长，然后这个主意呢，也是这个在侨界里面就是你的这个不好的因素。
从这来，从不动后裔男子，还有烟灰啊，俗也也是啊，好、哦，俗也是这个打皮球的，办的有声有色的嘛。这些女人，她办的全部都是隐藏的哈，而且妇女会办的东西。我听老外说的，看到现在，你看你，好，哎，你看讲的这个，所以女人这个领导能力哦，是没有毋庸置疑的。女人绝对是有这个领导能力。原来我们教育工作女员工，勤职跟长度，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假议题的哈、哦，一个假议题。勤职跟长度，事实上男人也有分勤职的，也有分长度的，所以这个假议题。所以只是说要凸显说这个女人在可能在台湾这一下一届领导人哈、哦，比如蔡英文也选的是一个台湾的女人的指标了。再说我呼吁大家有支持国民党的洪秀柱，但是要支持到7月19号，好不好？7月19号要支持洪秀柱呢，也是算一个我们男人支持女人的一个方式。我先给你看一下，他说那个无线可能是被干扰到，所以先用这个。可是我今天讲的不是 X 级的，奇怪了，组长他给我消音了，对吧？所以领导的事实上有几个特色，我就在 Google 啊，把它 Google 一下，说有个小学生写的说要有知识，要领导力，啊，知识为什么现在知识普遍化的，大家你看。女人考上台大不会比男人少哈、哦啊，我相信女人都是很聪明的，男人也聪明，所以说聪明才智上哈，男女跟女的差不多了哈。他跟我们找过他表扬，找过事实上都是蛮都是各两性都是有人很在知识摄取上都是能力都相当强。啊，小孩子又说领导力是我看很多比较多一点，就领导要有协调。还有亲和力，还有意见，他协调上啊，我相信女人在协调上，我相信会比较难的。不能看后来，打包好的条国一点都学好了，对，然后有时候还要把摔桌子摔椅子的哦，那女人比较少看到，因为来不及的哦，摔桌上女人也很凶啊，那个红那个红柱柱是吧？然后红结那什么？好了，那红旗的，我一直拍啊、哦，所以说，那些东西都是很特别的例子的。我们在告诉你，我们一般的例子大概比较文化协调上多点话，我相信，啊，我们蔡英文这边协调能力应该很好的。我是讲，我们跟四年前的比较哈，可能比较不一样，那大概也是在这四年中打滚哈、哦，不管你也到哪家了，比方四年前呢。学长的弟，学长说，学长说，你在四年前的时候，你发给我的，不分区哦，政党票不票，他们应该想给支持政党。但现在呢，你看，蔡英文周边的人都是蛮，派系很多，是派系很多了，哈，你学长的弟现在慢慢有在也在增进，我是刚刚去了解，不接啊，应该不会是，比如讲要干别啦，哦，就是知道我们里面安安静静这些团队。这个大楼的建立哦，比较上轨道，比较普通看那一个我们小圈圈的这种思想去看，我那里是丢的哦。啊，男人的话改了，啊，就输派输戏的哦，啊，就长谢戏的，啊，就美丽老戏的哦，啊，就所以说，蔡英文以五花肉把这个派系哦融合起来，我想的判断这方面还是蛮有这种协调能力的。啊，以前的亲和力大概。台湾一群派，你东部可以围绕着我，可以选，所以我想你慢慢有这个霸气，啊，这事实上在做一个领导人要有霸气，霸气是蛮重要的，霸气的时候，当然你要做霸气一点，你还有一个很下的一个武断力，你搞不很霸气，啊，你要往里难走的话，大概霸气就没有办法，所以就跟你来大概。你看看到四年下，心里要有点有霸气的哦，所以这是这样是最符合这个领导做一个领导的一个条件。啊，也历练，我现在就说历练举不能出来的哈，还、哦。
为一行政上的意见跟决定，意见会写在这个案上。好，但洪秀柱好像没有意见，因为意见方面要求他哦，意见。他说哇，矿委会要你们要比较意见，所以说也不见得说你的意见不好，但是也不见得说你的意见不很好很好，那两个怎么样跨越好像。差很多意见好像哦，一个在立法院当了二十几年，我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历练。他讲蔡英文没有在立法院，或是作为一个政府说的嘛，他历练还是从行政上的经验来体会到一些历练的事情。我刚刚就表示觉得可贵的东西哦。啊，还有民警，我想到民警的话，民警这个比较很难讲，因为民警。往现阶段来看，就拢喜欢跪跪在里面，跪在里面来看。是李连威认为的时代哦，他甚至把台湾总统大选这边投选，就像每个人都有投票，这个也是世界潮流哦。那所以我想他在这一点上面大概有理解，而且用蔡英文之名这个理解，还是要看一下他到底，他的政策上还没有在得到政治实力之前哦，这都没有办法。现在还是看不到他的理解在哪里，那只是有一些政策上，但是政策上又怎样？这个六三三这个，我们这个马先生哦，也理解六三三这个，这个理解好像是第二公司好像是吧？这空中格在画的，哦，所以理解就是要过几年以后，马英九要六三三也是经过七年以后，才往这个方向混走起来哈。过来的时候。今天我有一看，就是说，这个欧洲几个国家哦，你看来跟这个伊朗为了这个核子问题在勾结，经过了好几年哦，总算一个平衡，但是好像这个现在伊朗这个一个新闻报道，好像又反对说欧洲的国家可以进到他们所谓。可疑的核子出厂的地方军事基地啊，去检查，所以这个东西就一个协调力的问题，而且很有耐心哦。他说，比如说要把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这个议题在几年前是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啊，起码是慢慢好像是可以，但是还是问题重重。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台湾将来会面对到一个中国这个邻居，中国这个邻居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你经济力，你现在是佛已经超过日本，世界上第二，所以这个国家我们没有办法忽略掉，这个也是蔡英文的议题，因为台湾的经济跟中国现在不可否认好像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这个议题就是要很有意义，就像这欧美国家跟这个伊朗的国家在这里勾结，要很大的毅力跟耐心。那蔡英文这个是将来他如果说有现在2016年当选总统的时候，这是他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我跟他你光光乐乐等等，我来加吼，所以我是认为说女性要当一个。当个领导人绝对没问题，从各社长的负责人哦，但女性你看她今天都是看起来就是有板有眼的哦，所以不会比男性差的。绝对女人在做上领导上，绝对我相信不是性别的问题哦，她跟女秀莲总统不是性别的问题，是个性的问题。包括女生也个性比较狭义的哦，有时候应该是一个看法。一个气度方面来讲，现在蔡英文已经四年应该是准备好了哦，所以我说要老公，蔡小姐能够更上一层楼，也是台湾在大陆这个性别的意义上，向世界谈过台湾也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啊，就让我们公开讲，谢谢。不太好意思在上面，因为这个。
湾的年轻，所以刘社长，其实我还在观察，还在学习，所以很感谢就会长邀请我来参加 panel。那其实当初我们在讲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说的蔡英文是一个女性候选人，那现在当然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那又从我自己个人的在学经历的部分，刚好跟女性的议题有些关系，就想先介绍一下我为什么会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从台湾来美国念书之后，我就发现说大家都会希望你要念完书马上回去，因为我念完台大然后来美国念书，当初都会觉得说那已经念完了，然后马上回去当教授，然后马上嫁掉就好了。我还记得我快要拿博士之前，我妈妈叫我先去相亲，不要拿到学位，不然嫁不掉，学历太高，博士又很难找，你的对象也很难找，就算你是三十岁以下，人家还是想要找更年轻，然后学历比较低的。那虽然台湾现在念博士的男生也很多，但相对的女性给男生压力就变得更大。我想你最近如果看一个报道，你会知道在日本东京地大，就算女生考得上，她都不愿意填，她宁愿去念早稻田。去念其他的大学，因为他觉得他如果顶着这个东京地大，他就嫁不掉。那同样的，当初在念台大的时候，我记得我要填台大政治系，我爸爸一直叫我不要，他说你填了才敢娶你。那我想我自己也经过野百合的学运，当初的所谓废除国大都在中正纪念堂，那时候就是我进大学的第一年。我还记得我们所有在你现在听到的什么范云啊。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台大学的会会长，所以我亲身的看到台湾从解严、国大一直到现在又所谓的太阳花学运，你会发现站在台面上的当然还是很多男性，为什么？那个丢鞋子就比较容易成名嘛，那我们女生比较含蓄，可能不会那么快丢高跟鞋，所以陈维霆、林非凡他们都非常快的能够吸引大家的目光。那当然也有女性的，我们讲范云现在已经当了社会学的教授，回到台大去任教，她有可能她也要参政啊。我想女性在从政的过程中，其实她的人生的经历跟她家庭男子的牵制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我还记得我在大一的时候，因为野百合学运，很多人就都翘课跑去做中正纪念堂，然后我还记得我爸爸叫我晚回家，他说你这个以后有什么污点就完蛋这样子。那我常开玩笑，我爸爸自己还捐钱给建国党，那个时候你看那多台国，而且我就不可以去做中正纪念堂。那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在思想上他很希望保护他女人的心态。我现在回头去看，我可以了解我爸爸的想法，他只希望我安安稳稳的找一个好人嫁，那如果学历很高，他尽量不要太早拿到，最好是先结了婚之后，等那个人不会跑了，你再去办博士拿到。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父母关心孩子的一个想法。那我今天被分到的议题其实是裙子跟长裤。我常开玩笑说，在美国呢，女性的议题常常好，你会看到说在选举前的人从来不穿裙子，尤其我们在非营利组织一些开会的时候，全部人都穿长裤。我想你没有看过蔡英文穿裙子，那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不希望有出现举止不慎被拍摄到的不雅画面。所以当你坐在台上演讲或者主持会议的时候，你穿着裙子一坐下来就有那个曝光的可能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已经没有选择，他必须这样才能够保证他在过程中不会被人家拍摄到。就像我刚才出来第一件事，我先看这个布有没有盖到我的脚，我很怕我不小心在录的时候就被人家看光光了。所以这个是女性需要考虑，男生永远不需要考虑这件事情。还有刚刚常会问第一夫人帮他设计衣服的设计师是谁，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知道总统的设计师是谁吗？没有人会关心，为什么？永远都长得一样啊，西装长裤，最多是资料不一样，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颜色不一样啊，鞋子也差不多啊。我还记得我带我儿子去买东西，然后他走进百货公司，他从第一层走到第二层，终于在最后的角落找到两排是放男生衣服的，他说怎么都没有男孩子的东西啊？我说你看着吧，是整家百货公司，只有女生会不停的买，因为我们要不同的颜色，男生只要一个颜色就可以了。所以他决定买比较贵的长裤，但他可以穿比较久。然后你的鞋子，男孩子可能是两三百块的一双鞋可以穿很久，但女生我们可能二三十块要买十几双啊。那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对女性跟男性之间本来就既定有的问题。那我常常开玩笑说，人家对女性的是相夫教子啊，无后为大，从一而终，贞洁牌坊，什么贤妻良母啊，这些都是。那在台湾甚至还有通奸罪，那其实它牵涉到一个对男性跟女性的。不能说不平等，而是他有不同的期待。我不能说他不平等，因为真的女性有的角色是有的男生绝对不会有的，男生没有办法怀孕。
没有办法经过十月怀胎，所以他就永远不可能跟女性有同样的心理，那这个是永远无法取代，除非他决定改变他的生殖器去怀孕。所以我想在男性跟女性的议题上永远不会有完全平等的时候，但是平等不重要，因为平等如果是个假平等，上等于没有一样，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特别讲女性总统或男性总统。但是相对而言，如果你看中国历代历史，你会听到什么代父出征，我们的花木兰代夫出征，那或者是以前有所谓的割藩制度，把公主嫁出去，然后就可以保持他们的外交和平，或者是柔性外交，让第一夫人去代表总统，他要女性的角色去填补男性没有办法做到的东西。所以事实上，男性女性永远都不是在平等，而是一个互补。那这个社会也是一个互补，就像一个家庭也是一个互补，不管是先生出去赚钱，或者太太出去赚钱，同样的，家庭是需要金钱的支柱的。所以这个互补的角色，其实才是社会能够安定的力量。所以，当我谈到女性总统的潮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去看男性或女性，而是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什么互补的角色。我想在20年前，民进党的角色会让他觉得很冲爆。印象中的第一个人就是朱高正，我记得那时候还很小，我只记得哦，就是爬上桌子。那时候是我很小的时候。然后等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奇怪，看当女性要开始做从政的时候，人家都会觉得说啊，你要干嘛？可是到现在已经是旁人而知，居然是两个女性候选人。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社会的期待的改变跟人民对接受度。那人家常说好男不跟女斗，我常开玩笑说，那是因为两位女性候选人就没有男生要出来嘛？但是大家现在都拭目以待，这位两位的女性候选人，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会是谁？会是另外一个女的吗？好像大家不会这样想吧？大家会觉得既然一个女就要男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性别上的考量。所以我想我们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甚至要考虑到我们是不是已经画地自限。那我们拿美国来做的话，如果你们知道，在当场LA有很多 private club， 就所谓的精英的这种私人俱乐部，在很多年以来，女性是不可以被踏足的，包括卡夫尼亚的话，他也是到几十年前才开始接受女性可以当他的 member。为什么？以前的 club 就是进去抽雪茄，然后男人坐下来谈生意，所以觉得没有女人需要的地方，所以他甚至要求进来的人都是穿长裤。然后后来现在发现，他开始要接受 membership 的时候，他必须要开放他所有 club 的 policy。那还有一个划定界限的一个，我想你们可能在 Pasadena 会听过 ，Pasadena 一个很有名叫做 Pasadena Showcase of the House， 就是里面看 mansion， 每一年他有一套一套房子。你知道他的 membership 都是女生吗？为什么？因为 Pasadena Showcase House 的话，他是要透过义工来打扫房子。那个时候啊，40-50年的时候，这些妈妈们就是去打扫房子，把房弄得很漂亮之后，然后出去卖门票赚钱来帮助艺术，这是他当初成立的目的。所以当初他的 membership 也都是女的，可是过去这5年来开始有男的，表示退休的人他也对房子有兴趣啊，他开始改变他的 bio， 说哎，做义工的不是只有女生，不是只有妈妈才可以来做义工，应该是所有有兴趣喜欢房子喜欢艺术的人都可以做义工。所以这过去5年来，他才应该 showcase 开始有了男性。所以我想，不是只有政治需要突破，社会运动或者是公益活动，或者我刚开玩笑，有人说哦，哎，你这么喜欢肤色，现在谁在家里顾小孩？哎，奇怪，为什么母亲都不可以在家里顾小孩？那当然，这就是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同时，它也表现了你对男女的性别角色所的期待。所以的人常常都会觉得，你就自然应该。我还记得，当我念到博士，然后 我找工作，我父母都会觉得说啊，那以后谁看小孩？我常常想，这个是一个互补的东西，就是当先生有空就先生看，当太太有空就看，而不是由某一个人看。所以我想这些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跟大家谈一下女性当总统的潮流。谢谢。熟音，我们 after 这个熟音之后呢，我们有这个 Q&A 的时间啊。大概有20几位吧，哈，以上，这个女性。
是知道比较就是尊重女性，就是说女性应该是占有人口比例的有一半，都是一半以上，所以女性可以引起这一片天哈，我想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以前然后在这个二十世纪以前，我说女人当家嘛，应该也有哈。但是当的就是他自己的小家庭啊，然后呢，这个在以前就是说，很多人他没有，好像说这个对于男孩子他会做出比较大的期待，他会期待说，好像旁人有一句话叫做期待你的广告，有想过这个年龄应该。比较懂这一句话的哈，那对男孩子有一个很大的期待。那因为我们想说，猪农他会想养猪嘛，就把它养回来，就是啊，然后他可以卖很多钱呐。但是呢，怎么起家上地方哈？但是养狗呢，他就要看家的，他应该会把这个家看得好，他应该很忙碌，所以他应该不是独自主，但是怎么他就是吃饭睡觉就起到独自主哈？把这这两男孩子的这个期待，它就变成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失落啊。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知道说，是个女性，当你和男孩子一样的去给他受教育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好像他就是因为比男孩子他啊，他的能力、他的才智、他的聪明。就是让人家很敬业啊，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呢，她不仅具备很多聪明才智，而且呢，她有许多美好的这个特质。她说女性会比较有信心呢，然后她思想会比较周密一点呢，然后她比较有耐心呢，她有耐性呢，她比较坚韧。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实例哈，女人持家或是女性，她是当。像我们看说，医生方面啊，在医界，或是说在这个企业界，我自己是从事这个就是工作。画家呢，是有很多女性画家还是非常的出色，所以在很多的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女性当总统呢，或是总理呢，这一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其实女人可以撑起一片天，这是毫无疑问哈。从她的能力、从聪明才智来看，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哈。那我们再看呢，就是说，好像一直以来都是男人在行政方面当总统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是因为？就是说，在这个比较没有这个思想民主，或是没有这个民主思考啊，就是他不知道怎样去尊重这个女性的聪明才智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比较妥的这些男性来当总统啊。那我们看到说，男性当总统其实也不见得说他可以做得非常的完美。当然我在这里不敢保证说女性当中她是一定会非常的完美啊，或是说一定胜于男性，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他们来试试看啊，就是说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些男性他可以赞同这个女性或是支持女性出来当总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不是说男性失去他的雄风，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男性他真的是有足够的聪明智慧，他可以尊重女性的这些才能，而且呢可以看出他们的 EQ 是非常高的啊，而且他是是很聪明啊，所以他可以看出来说女性有这方面的才能啊，他可以支持一个女性出来当总统。当女总统这样子，那因为在早期的父系社会里面呢，因为
女性比较不会期待，而且我们很多的地方呢，就是说会受到不同的这种压制，出去外面圈子，所以等到你可以开始受到公平的这个教育，然后你可以从进出，那女性可能就可以看出来她是充满自信与信心啊，她不仅可以当家人，还可以教授，还可以当长女或者是这样啊。我们可以举例看看南韩的总理啊，这个朴槿惠，或是丹麦的总理施密特啊，或是刚才都有人提过了哈、啊，德国的总理梅克尔啊，还有就是说、啊、已经去世的这个英国的首相柴契尔，像这些都是被认为说他都是铁娘子的作风，他们都可以看出来说这个一国的。当他们这个出来当总理或是首相的时候，他们就是看出来这个国家需要在经济方面，他可以，他应该把它打出一片天，然后看出人们在生活上的一个需要，就是说你的生活要更好，然后呢，就是你的那个经济上的促进经济上的复苏，然后你就可以创造更多。